各位全国的原住民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仁吉兵将，这一次参选第十一届比例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代表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。那当然，在这一次的参选的动机，我们希望在立法院能够为我们原住民的未来跟文化的推展，跟产业的推展，农渔旅的推展，包含观光的发展，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原保地应该建议放宽多功能使用。那另外我们在整个的方向，我们很多希望能够从教育面，我希望课纲有所修正改进，让我们孩子能够受到教育，父母也放心。那另外就是在都会区需要的是什么，是居住正义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建盖的是专属的原住民的社会住宅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反观在整个都会区的需求，我们文化的发展一定要努力继续的推进，那原住民的社会住宅是必然一定要建盖。那另外就是我们老人的福利，我们除了文件站的扩展，包含它的设备要增加之外，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多元的在文件站的一些那个辅助方向跟方针。那拜托大家，希望给黄仁一个机会，为全国的原住民来服务，给一个新人在立法院能够大声疾呼的来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。拜托大家，马萨路，马尼马尼，好。